我们都知道，航母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。到现在为止，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依然是很少的。这其实离不开这一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金钱。一艘航母的造价是一些效果几年的 GDP。 那么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每个人捐献2000元，那么中国可以建造几艘航母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当下一艘航母的造价大约需要多少钱。拿我国刚刚下水的 001A 型航母来说，俄罗斯的杂志报道上曾报道称，我国的这艘航母的造价高达35亿美金，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230亿元。这只是我国航母的造价。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世界上第一航母大国，美国福特级航母的造价更昂贵，造价达到了130亿美元，接近我国航母造价的4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国人民每人捐献2000元，中国可以建造多少艘航母呢？都知道现在中国有14亿人口，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每人2000元总共有28000亿资金，如果拿这些钱来建造航母，就拿我们 001A 来当例子的话，可以建造120艘航母，可以极大的提高我国海军战斗实力。由此可见，人口众多也是有好处的。想了解更多有趣的请点击下方。